风少手握12个符战号，超级武装曝光，金星封印头加愤怒笑礼加第一愤怒封印腰带。神豪风少回归之后，每天都是各种买买买，疯狂更新。目前他已经手握12个符战号，包括5个辅助、4个风系、2个法系、1个物理系，其中千万级别的号也有好几个。简单来说，他一个人就等于一个符战队，并且是能冲冠的豪门符战队。二狗在直播过程中首次展示了风少的武装号秀乾坤，这个号全身都是亮点，装备更是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。下面如风就和大家一起欣赏下这个号。一160金星封印男头，梦幻孤品全服只此一个，熔炼还在进一步提升当中。二一个号拥有2条顶级腰带，分别是160愤怒笑礼腰带和全服第一的愤怒封印腰带，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进行搭配。三160光辉封印项链，封印几率达到 1.7%， 总灵力达到323点。四160封印男衣服，几率达到了 1.82%， 打了16段翡翠石。五160罗汉金钟鞋子，94防御，69敏捷。六160流云武器和封印武器，根据不同的对手随意搭配。根据二狗在直播中透露的消息，风少对于武装号的部分装备并不满意，一直想买2008符战队的第一封印笑礼鞋子，只可惜对方根本不卖。除了装备之外，风少武装号的灵饰也非常不错，前排6速度，后排6法防，其中戒指的初始速度达到了37，耳饰的初始速度达到了35。神豪暴走曾经在紫禁城一个人打造了一支符战队，留下了一个人一座城的经典传奇。而风少的玩法与暴总不同，他只想玩极品符战号，加盟哪一支符战队对他来说都无所谓。除了紫禁城之外，未来他还可能会出现在鱼岛、灵隐寺等符战队。对于两位神豪不同的玩法，你们怎么看？